我是甜甜。今天的影片是萌身高的五个坏处。第一个就是走路速度跟不上。我们每次走路的时候呢，我永远都是被他拉着走，要不然我就是在后面小跑步。Hello， 好朋友，我们一起来拉手。跑跑跑，向前跑，经过小桥和大道。走得好缓慢，你们懂短腿然后脱队的痛吗？还能再长高吗？第二个坏处就是对话的时候呢，脖子会很酸，不然就是永远呈现眼睛在上吊的状态。要吃什么？意大利面。我要吃饭呢。我要吃意大利面。我吃饭。我吃意大利面。我不管，我今天中午就要吃意大利面。后颈这里啊，每次讲完话都不知道捶被几百下，超酸的。还能再长高吗？第三个坏处就是，我就是一个会走动的人体实验。第四个坏处就是壁咚，他永远没办法看到我，我永远只能看他肚子啊。第五个坏处就是，我们没办法像韩剧有的浪漫的拥吻。还能再长高吗？今天的影片要到这里结束啦，喜欢这支影片的人可以帮我在这里点个喜欢，或者留言让我知道你想要看萌身高是什么样子的影片，又或者是想要看我拍什么样的影片，或者私讯我也可以啦。那么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